市附屬屬房嘅同房人，無論陰謀類又有乜嘢都有。至於維護國家安全法立法工作，特朗普話會聆聽各方嘅意見，強調唔會要求立法會加快處理。無線電視記者尹振德。喺美國經濟下滑，地產市場業績亦就成為主要因素。恒大機構宣布措施，接近業績調整按揭地要停工，而部分國會議員都建議政府出錢協助汽車製造業。美國現時有400万人租住9%的業主欠工人領按揭貸款，收樓個案兩年嚟升咗1.5倍，樓市持續惡化。聯邦房屋貸款局宣布，房利美同房貸美會為業主重組按揭，兩大機構佔60%按揭貸款市場。重組目標係透過減息同延長供款期，讓業主每月供款超過利息38%，但業主唔可以係破產人士。